眼前这只朵朵跟秦大朵一样大，潦草小熊就是丝雪仔，他的妈妈丝雪就是越狱成功的白雪老祖的千金，爸爸是汪家和医保的宝贝冰城，名副其实的双眼二代，江湖人送外号蜜雪冰城，拥有高贵的血统。这也意味着丝雪仔的外婆爷爷奶奶都是野生大熊猫，这背景就像巢中有人。我上面有人。丝雪妈妈可是一只吃货熊，这身材吃得圆滚滚的，四肢又短又粗，如今已经18岁了，但外形依旧像少女熊一样呆萌可爱。而冰城就不得了了，长相帅气，在熊界也是万熊迷，因为冰城有一项独门绝技太空舞步，这欢快又丝滑的舞步加上小屁股的灵魂扭动，整套下来流畅丝滑，在福宝展出前他们还是邻居呢。不知道福宝有没有欣赏过冰城的太空舞步。丝雪仔还有位哥哥雪宝，强大的后肢力量竟然能站立半分钟以上，而姐姐映雪在2017年被成功放归野外，对于丝雪仔来说就是社会上有人。凡上都有人，什么人。有这样的背景，丝雪仔也注定不平凡。当丝雪仔初次露面的时候，就叼着根比自己长2-3倍的金箍棒，摇头晃脑地爬上了树杈，就像孙悟空横空出世一样，这斧头斧脑的样子捕获多少猫粉的心。话说中心背后到底还隐藏了多少宝贝，一起亮个相呗。